那接着下午跟家人们来分享一颗新疆和田哈青白玉籽料的一个小摆件哈，小摆件籽的一个独子的一个原始哈。家人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毛孔也特别清晰哈。整颗都是没有动过哈，原汁原味无修行哈，无修行的一个青白玉籽料的一颗原始独子原始哈，这个不管是整雕或者是拿来车珠子做雕件做摆件哈。都是非常漂亮的哈，家人们可以看到哈，有没有看到？家人们可以看到哈，油润十足了哈，整个料子油性非常充足。家人们应该知道，籽料当中的青白玉哈，尤其是以青玉哈，青玉的油性是最好的了哈，油性最好。接着就是青白玉，还有墨玉了哈。墨玉的油性也是相当好的哈。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摆件子哈，摆件子我们给到家人们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啦哈，非常非常的实惠哈。家人们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来打款哈，直接打款，然后我们就顺丰配送到家哈。那就先给家人们分享到这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